为什么不说话？有人，我没有讲话吗？喂喂喂喂喂，不是啊，做一件事情，在做东西，讲什么话？我不知道。喂，有声音啊，你耍我？还是因为没跟你安安？HMO 安安这样子吗？你是指这个吗？为什么不跟你问安吗？没有，因为有人说我都不讲话啊。是说很少听到你说话，是你太慢进来的。我刚刚废话一大堆啊，我刚刚讲了一大堆话。不是啊，你总不能一直讲话吧？讲话也会很累啊，是吧？一直讲话也会很累的。啊，至少我啦，我觉得，不是我觉得啊，我一直讲话会很累啊，所以才，而且我讲了多久啦？讲了快，已经4个小时的话了欸。有吧？我不是12点多开始开台吗？哎、欸，长出来了。感谢方划过来啊！教主，您是不是没听过我们教主群？哎，OK。感觉可以再养一排那个什么，那什么，忘记名称，就是工具的商人跟防具的商人，然后另外一排就是图书管理员。会有拍，会有开会，还可以用手机呀、啊，专心开会哦。来去查看成果，哦，还是会掉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没差，就一点点而已，3个。你看，这刚盖好，不到10分钟吧？这些比那些自动干燥机快了吧？我们可以拿这些去换，不过是真的很吵啊！这个是选项音乐，这是方块吧？可是有时候觉得方块选项，
这样好了。我有时候蛮喜欢听挖沙子啊、挖什么鬼的声音。环境哪里人？我是淡水人。所以其实这个如果盖很多盖几个的话，因为 1.14 的比较好盖， 1.14 只要 1.14 不需要 红石。哎，我本来想做，就是我有讲过啊，就是我想做一个就是挖东西缩石的声音，就咕噜噜那种东西，可能有那个5倍速度的啊，10倍速度的啊那种，因为后置我后置啦，我觉得3倍速度比较好听，真的很好听，就是你加快速度这样子，可是当然就是大概播个10秒钟、20秒钟这样子，如果听个1分钟，我觉得好太久了。位于哪个国家？台湾哦，台湾是个国家哦。哇，快爆了耶，这个拿出来种好。刚好18。如果无聊的话，可以去看我今天 PO 的精华，今天的轻松生存的精华。哎呦，没要洗脸。这个不能用，应该盖一大片哦。全都拿来烤，再來是这一块特别危险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看，没有挖沙子的声音不好听。省和马来西亚人，好，你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我在想啊，
如果我刚好第六格这边不插，我把我改放那个铁轨，它就刚好伸在里面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们抓起来了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，哦，会卡，真的会卡，真的不能再伺服器盖这个。姐安，哎，如果下午晚上七点没有准时开，就是又睡死了。那大概还七点半就起来了，会赖一下床，一二三四五六。然后理论上不会赖床啊，只是怕又太累，爬不起来。原则上是不会轻易赖床了，一二三四五，毕竟是二月最后一天了。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看，六，一二三四。哦，好痒哦！这背景音乐有重喜感，会吗？我觉得就听得很舒服啊。我认识哪几位 YouTuber？ 生活类型的就只有菜渣鱼干他们。哎啊，如果是游戏类型就还蛮多的，一二三四
五六。生活类就我平时就没在看，生活类吓死人哦。灰狼、黑橡木树苗，哎，其实这如果在空岛生存，这些真的是很棒。旅行商人出现的目的就是让空岛生存更美好。是我很 OK 啊，北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再把这一区再顶一下就好，那个上面真的没办法了，我的天！怎么弹出来了？上面太急了，是不是？有牛肉都飞出来了啦！那这样子我要盖，我要重盖了嘛？天哪！啊，棺材后再用。啊，我是晚点开台再用。哎，这都是什么平滑平滑？哎，这样不是一样？哦，满了，白痴哦。
等一下，烤鱼，我的鱼，哇，没用到。刚腰反仿佛扭了半圈，不会有怪吗？会啊，当然会有怪啊。你刚刚不觉得我声音扭，听起来像扭到吗？哎呦，哎，吃面包。给我生！那转圈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可能要白天才生吧。然后我记得他是说四维有效的床嘛，所以其实我们这两张床可以这样摆，大牛带小牛。好，再讲。你看啊，这边都是怪啊，很好。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？啊！我的鱼，我的鱼，我的鱼，我的鱼。哎、欸，其实我想到了，我可以就是用类似水流的，然后水流就是鱼烤好之后就是冲到旁边去，我就不怕我的烤鱼没有拿到了。奇怪，我那边也擦得够亮了啊。哦，天哪、啊！好啦。晚点如果有开的话，我们把那边也擦亮吧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了，小村民出来了。啊，还有这个机器，这个奇怪，这个版本的就会失败哦，以前不会啊。几头啊！我怕很少真的挥下去死光哎、欸。好啦，其他的晚点再说吧。累了，准备要关台了。嗯，好像又还有几件事情没做哎、欸。等一下哦、喔，
那个什么还没盖啊，然后另外那个也还没盖啊。看一下哦、喔。比如说啊，我的肥料厂还没盖，就是要种一大堆仙人掌。那还是甘蔗可以变成肥料，好像可以。这个给你。好玩吗？好啦，那我看一下，我晚点要干嘛？继续点亮这世界，还是都开四小时？我当然要休息啊，只是我在想晚点要干嘛。总要有个目标吧，不然晚点。挖石头没有盖鹅卵石制造机啊，那就好啦。嗯，我靠，连到这边来，天啊！先把木炭烧一烧，然后我们就晚点就可以，可以干嘛？可以插火吧？好了，好，我们去烧木头。木头。难怪会想睡觉啦，因为我昨天播的不是这首歌，我昨天是播这首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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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好啦，那今天先到这边了啦。看一下，我开了四小时半，还可以。那晚点就晚点二选一嘛，那个要嘛可能陪秀秀打魔物猎人，啊，或者是在这边挖石头。欸，因为我们需要石头继续把这边这样拓成一个商店街的感觉。对啊，现在只拖了一边而已。这边是随便用的元老级村民。那等确定之后，就是把他们移，那这样子盖过去，海牛牛。对啊，就这样子。
养羊，养羊暂时还不用养。啊，这算了啦，感觉烤牛肉肠好挫折哦。晚点再之后再调，现在不缺皮革了。东西放一放，就来结尾咯。咦，那你要吃烤牛肉就哎、欸、又生了哎、欸、这样搞死，其实也可以就让看一下哦，让这两个小村民啊，就搞噔噔噔，哎、欸，很配合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再转，继续转，就是让这两个小村民变成农夫，然后把它丢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就床丢一大堆，然后他们就会想一直生，就是会互相丢吃的啊，然后互相丢吃的之后，就会拼命的生小孩。然后小孩就是晚上会找床嘛，找床睡觉，就把他们像那个中间放个栅栏门，然后把那个小村民啊，就是在这边空中盖个那个繁殖区，然后他们想生小孩就会掉下来，他们就会在这。没关系，他们晚上会回家，那个。啊，现在小村民会这样互相追来追去，他们在玩，没关系，让他们玩。我们先看一下晚上啊，到晚上之后，他们回来之后，再把这个敲掉。我忘了这件事情了，气死我了！等一下哦，炸了没？我在这里。只是每次上线之后都要调一下这个，有点辛苦而已。四个，六个，哎、欸，我没有做控制杆哦。控制杆。晚上了啦，快回去啦！如果他们自己回家就还 OK 啊，其实放羊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还行哎、欸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子，那我们晚点再说吧。啊，我记得这是异色瞳的猫吧，在哪里？不是这两只，是就在这附近。异色瞳的猫咪，这个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晚点见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控制杆一直忘记放。控制杆，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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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这个不用压制啊，因为这个如果让它长两格高，它就会停住了。你看哦，这个是。现在的量，好了，大家拜拜，晚点见。躲起来。